队伍啊，跟民众发生了这个纠纷案件。那经过我们分局啊积极努力侦办之下，那在最短的时间内已经查获十名嫌犯到案。那包含一名出手殴打36执事的这个施姓主嫌。那我们会依刑法150条来做一个移送侦办。是昨天有一点小插曲，就是那些商场进出。宣发这个，有几个年轻人比较冲动，事后他们呢跟打电话来庙方还有跟我们说他们是比较冲动请我们说不要再追究。我们呢问我们36件事，一共5000号聘，所以说这样东西给了。